前面的车人看过来看过来。哎，谢谢你们终于发现我们上来，我上来的时候就讲了，让每个巨人的节目，明年他也不会去，因为是没有去的。其实我想跟大家讲，其实我们明年也没有。其实我很铁，你知道吗？一样哦，我希望说，我来台湾20年，我很钻研著名的文化而已。我来参加一样是原住民歌曲，这首歌也是一个创作，然后告诉大家，很著名，其实很努力的喝酒，也是很努力在工作的，这样啊，参加，这样子我就，这首叫《云里》。开始卖那个牛肉面。